天呢，我们来玩荒原大盗。那么你们奇怪吗？为什么我会有这个人？因为我抽到了他，他，没错，就是他塔拉，超酷！我在这里，68个这里，七个东西嘛，对不对？我抽到了塔拉，还抽到了罗莎的能力。他也没那么强，我好喜欢他，他的能力啊很强，科学怪，他科学怪人还好啊，科学，其实呢他的能力还好，没有比科学怪人强，科学怪人比较强，攻击你动啊，你看三个女的对战三个男的，三个女的角色。我队友怎么就被淘汰了呀？我杀到他了呀！妈呀妈呀妈！别！淘汰十名？什么？大哥，你玩我啊？来吧！我卡住了！不要啊！不要啊！放这个！这枪可是枪，翻越。不错的东西，是机器的，肯定会穿越到这里。我告诉你，我忘记那个毒哎，忘记那个，忘记了那个毒哎。等等，让我停一下哈。你们有没有听到观众？现在那个荒野乱斗的声音变，太扯了，他是扯到啊。这里就有一个彩蛋，有一个彩蛋呢、啊。哇，拉夫上将，好料，我的队友居然给我抽到拉夫上将，那你们就完了，那你就别溜了，这里有一个彩蛋，让我过来看看，哇，好多古老的物品，拉夫上将加把劲啊，好，我有人物，啊当。你怎么就不准呢？我被打死了。卡了，因为我开的是 hotspot。跟蓝色队，你好，我帮你打。我顶你的。阿里路亚，无语耶，观众们，这种事情我都可以做得出来，所以我可以做出来，我敌人就不可以，所以他们就是别要啊！哇，他大只直接朝我来，不可能的，不可能在这边是啊！我该东西。但是那先破，队友你不行呀，队友！哎呀妈！看来四幺号描述绝绝了。怎么又卡？我只是开到这，好卡。对了，拉夫上要把它打扁。放，一二三，放。嘿嘿，
这一班。我本来我可以为我可以抽到公主。我不小心按到试用了。来试一下他的能力。他的攻击是这样的。他的杀伤力挺高。跳过去。哦，是留在他位置，留在有那个炸弹的。OK， 我跳下来。我直接飞起，好，爽。我飞过去，啊！多惨，多惨！来，我直接被杀了，那就很难。宝石不如呀，疯了！咚咚！大家，你们如果有很，如果你们有王后人都有的话，你们去看一个叫做佳佳的影片，他有说到如何送你的朋友、你的好友，送人家宝石，一定要送给我一些哦。我要买一些东西，我要买一些东西。站住吧你！哦，不是你吧？你想灭队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哎，我。你完了吧，大哥！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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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死了！如果我是拿到拉夫上校的嘞，因为那里有个什么呢？加400个的，那我去来，上2000，伤害力挺高的。哇，一万条，可是还是没什么用。直接一个大绝把他们解决了。陪你再玩一下，看完这场我就要暂停，我就要把影片，把影片给什么，你知道吗？等，我可以找到10玩家喽。喂，师徒，你师徒不错，你一万奖杯了。那我看看师徒，不是，
突然冒出另外一个糖果机器人，你冒充我，哎，哦对呀、啊，这个怪那个，哎呀，真的是听到这把喜欢记得点赞，小人什么什么什么，啊，喜欢记得点赞订阅一下，有时间嘛，拜拜，我已经厌世了。